本期《Spirit 速度线》呢，来了两台宝马的 M， 一台是 X4M， 另外一台是 M5， 而且两台都是 Competition 版本。对，刚才呢，我开的是 X4M 上来的，还挺扎实的，而且有点像小钢炮的那种感觉。虽然是一个 SUV， 但是还是挺灵活的。对 ，M5 呢，之前我们已经测试过了普通版本，其实那个版本就已经非常的棒。对，然后这次来的是雷霆版，我觉得刚刚在上山的这段过程中，它的马力比之前要更强了，而且在过弯的时候，我也能从后视镜看到，作为轿车的 M 车，还是要比 SUV 更从容一点啊。对，确实是。其实两台车最大的差异就是在发动机，发动机 M5C 呢用的是 4.4T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非常从容。对，而 XM 呢用的是 3.0T 直列六缸的双涡轮增压。对，而且这个发动机其实510马力非常非常残暴了。对，但是你不得不说，直列六缸和 V 型八缸还是会有一定差距。就是、对比之后就会有伤害，对吧？对，而且上来的时候，这个车平常肯定温文尔雅的时候开绝对没毛病，就是很平顺。但是，一到2500转以后，就那600牛扭矩，哒就上来了。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涡轮介入突兀的感觉。不过就那个劲儿，我觉得有可能是工程师特意这么调的。就是它的马力很大，但是在低转速的时候，可能欠缺了那么点点。但是 M5C V8 的发动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对，那其实你看这块都是一个雪地，所以对于两台车的四驱系统，我们今天应该跟大家简单交代一下，这完全不一样。对对对，虽然都是 M X Drive， 对，作为 X4M 来说，它虽然把动力给后边更多了，但是它不能够关闭，四驱系统。对，但是它后轮打滑的时候，如果你画圆的时候，它后轮只要一打滑，动力砰就到前面了，所以这个车在滑动的过程中是又甩又推的这么一个感觉。对，反观呢，在 M5C 上，它的主菜单里面你就可以去设定有一个 4WD 模式，还有 4WD Sport 模式，还有一个就是纯粹的后驱。如果你玩漂移的话，显然它会更加从容。对，所以说你这车更好吗？对不对？又有从容，又能居家，又能生活，又能公务，还能玩。因为价钱摆在那儿，我的这台 M5C 目前指导价是146万多，我看了一下，比之前我们测试的普通 M 其实还要便宜了一些。就我们那车也不便宜，我们那也90多万的。对，普通的 XM 是80多，对，它和雷霆版之间差距是6万块。但我觉得，如果你选择这台车的话，肯定更多的人愿意多花这6万块去选择一个 XM 的雷霆版。我先说说刚才那台 M5C， 相比普通的 M5 呢，又增加了26匹马力，峰值扭矩还是750牛米，没有变化，但是它的区间更广了，所以整个发动机还是非常浑厚有力的。而且现在 M 家族用了这个8速的 Steptronic 自动变速箱，我觉得比双离合真的，至少在日常驾驶的时候，你会觉得换挡的平顺性有很大的提升，所以日常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当你在普通模式下驾驶它的时候，它就像是一台普通的5系，开起来没什么区别，而且它的外观也极其的低调，所以你不会有什么顾虑。你说这台车马力这么强，我是不是难以控制啊？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宝马一直是一台非常注重这些所谓仪式感呀、功能选项的这么一个车型，所以它会有很多的调整去满足不同人群的喜好。你可以居家，你也可以办公，而且你还可以把玩。我觉得这辆车像是一个多面手，它能够带给你很多不同的风格。所以很多的时候大家都会说 M 包治百病，我觉得真正的包治百病是这辆 M5C。 当然了，在这么多项可以调整的状态下呢，工程师给你设置了两个红色的按键在方向盘上，一个是 M1， 一个是 M2， 你只需要把它们事前设定好，那么就可以一键切换了，非常的简单方便。虽然 Competition 很极致，把前后的防倾杆变硬了，车身变低了，也但其实配合这种大的柔软的座椅，我觉得真的很舒服，而且这也是一如既往的舒服，从 M5 上面就一直沿袭到现在。弯道里的感觉，车辆会有一点发颤，轮胎会到极限，因为确实能感觉到它很重。因为在你转向还有你刹车的时候，你就
觉得哇，负载好大。另外就是这辆车其实买回去之后可能保值率并不是很高啊，可能卖的时候会比较心疼。不过我觉得对于能买这辆车的人群来说，他也会接受这种贬值。那换上这台 X4M 之后呢，首先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声浪，直列六缸双涡轮增压，它的声浪和 V8 显然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V8 那种低沉浑厚的感觉确实要更胜一筹，而这台直列六缸双涡轮增压发动机虽然它有着510匹马力，但是啊，它的声浪是稍稍有一些清脆在里面，所以工程师为此呢也把音响做了一些调整，能够烘托一下气氛，这个其实还是值得称赞的。虽然还是 S58B30， 但是新的 S58B30 已经在很多方面都有了提升，比如它的气缸盖是采用了 3D 打印制造技术的。这种先进的技术不仅可以做到轻量化，而且还能够有助于散热，也就是说这台车它在机油冷却还有变速箱油的冷却方面比之前的 S58 做的都要更好一些。今天试驾的这两台车呢都搭载了米其林的 PS4S 轮胎，在接胎里面这套轮胎抓地力是非常不错的。相比来说 X4M 呢，它的轮胎宽度是前255后265，而后面那台 MC 它的前轮是275后面是285，抓地力非常的不错。不过我认为在雷霆版上面是不是可以装备更好的一些轮胎，因为这两台车的马力和扭矩都非常的大，其实要突破轮胎的极限易如反掌。之前呢我们同事也测试过 X3M 的雷霆版，我觉得两台车的最明显的差异其实并不仅仅限于它们在外观尾部上的设计不一样，而更重要的是两台车在逼近极限的时候， X3M 呢它更像妈妈一样，就是在你逼近极限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保护你的感觉，就是说哎呀玩的差不多了就该收收了啊。而 X4M 雷霆版呢就更像是爸爸，就是当你推向极限的时候他会怂恿你，只要你想你可以玩得很尽兴。整体来说作为一台 SUV 高性能的 SUV， 我觉得 X4M 雷霆版已经是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还是喜欢宝马 MC。 确实如你所说啊，两台车在对比开着的情况下确实 MC 要更好一些，毕竟它是轿车，重心更低，而且拥有更强的 power。 但是别忘了今天我们俩不是做对比，哎，对对对对，其实 XM 其实在山路里的表现也非常不错，哎，然后在这个级别里边能把操控做到这么极致的真的不多。对，两台车在各自的领域里面都是佼佼者。那我们先来说一下 MC 吧，因为之前我们一起评测过 M5。 嗯，我觉得这台车动力更强就不用说了啊，但是在山路上这个舒适性比普通的 M5 可能要差了一点点。对，因为它是 Competition， 所以它的悬架变低了，然后前后的防倾杆硬度也变硬了，对，所以更极致了，但是座椅依然很舒服。对，座椅确实还是非常的舒服，所以 M 雷霆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选手。对，多面性的比较强的一个车。对，然后 XM 其实整个空间来说还是不错的，而且你看运动的那种造型还确实比较新。对，它还有一个同胞兄弟就是 X3M。 对，不过相比来说可能 X4M 可能更极致一些。对，它在这个调教上可能在你推到极限上的时候它的尾部变得会更加的灵活。对，今天比较遗憾就是因为我们没到赛道上去体验。对对对对，所以有朝一日看看有没有机会能把 M-Power 全系来横行。其实我有一个好主意，就是你把 AMG M-Power 还有 RS 都叫上来赛道做一期大横屏，我觉得靠谱。嗯，但是不一定人家能来。那我们就去实现吧，跟你们去实现吧。啊，好吧，太冷了，今天就是这些啊，走了，拜拜，下期再见。开始 ，X4M， 另外一台是 M5M， 而且两台车都是 M5M 干嘛呀？M5M 哪有 M？ 从来，从来，从来，画个圈对吧？当打滑的时候。动怒了，我能揣兜吗？可以揣兜，我就想告诉你。